早上好，各位宇航员们，昨晚睡得好吗？难为觉得宇宙辐射有点猛烈，需要帮你们拉上窗帘什么的。那微重力环境，装备得跟上啊。不要紧，正是太空过量的宇宙辐射和微重力真空环境，让你们的 DNA 发生了有意思的变化。比如你回到地球后，你或许会结出白色的茄子，还有你说不定能长出比水缸还大的南瓜，很多太空英雄是为了前往地球以外的地方，探索更远更陌生的星球，但你们不一样，你们是为了回到地球，生根发芽，长出宇宙的果实。渺小的往往比这片宇宙还要大。